好，大家下午好。大家都有你准备武器，大家都有就爱你那些美好的回忆。结果我伫迄个谢依霖咧唱时阵吼，啊不然，阮新麦咧唱时，你看我接伊名，有人听？啊，你人会不对阮两个感情无好？啊，属实，不然啊属实，属实嘛是真实，属实袂歹啦，属实袂歹啦。啊，我你后壁咧等的时阵，看到依霖穿安好，感觉伊脚底是冰冰的。哎，所以王杰依霖。
拍个手，哎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演艺厅的关系，所以因为今年人好多，都大爆满，连二楼人都满，都二楼的朋友。南东低东低低，所以那个人气要开强一点，可是，在后台就真的有一点点。所以你看到前几集啊，根本就混乱。啊，但是宜君老出现，你就感觉胃卡一定要醒过来。对不对？啊，你我知影啊，后摆吼安排无相干。这也就怎么了？哦，我就我想谢宜谢宜君啊，对，跳谢宜谢宜，我在跳江谢宜谢宜谢宜。你跟我跳一下，不用很久，你干？这个就是的，我说你讲话有点卫生。陈学义，我讲那边唱歌讲话，就足欢喜的，对吧？哎呀，你是爱听我唱歌，爱听我讲话。啊？你是来听歌，是来听话？爱听我讲话，也无满唱歌，但是我跟人家讲话着。啊，三宝，我讲话呢。啊，讲话。真的哦。哎，我讲，以前我当 Q， 你知无？伊讲话人太快，我都顶换过了。还是看保证。哦，无，我住伫洛江，较会挖海边啊。挖海边咧，挖海边。啊，还好，咱闲咧闲咧，咧讲叫洛江气温足强到，足气味，足接地气诶。拄只吼，你后壁咧等你进来，有无迄个医生甲我问过吼？诶，水哥，迄个你血已经最近奈三甲做，是你甲苦毒诶？我讲哦，血已经最近3kg。啊，我嘛3kg，啊，上苦都上暗在。哈哈哈！其实陈诚毅大哥讲话真的很好笑。对呀、啊，刚刚在台下，他就疯狂的亏自己的老婆，然后我就不敢啊。你听，私底下就是肥肥甜甜，台面上讲的。你都讲了。我讲了，我自己讲的。我跟你讲的啊，干部。我刚捏一把冷汗呢。我今日等你到去，唔知有冤状。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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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